开启了爱夏天也是怪尴尬的。十一号，黄家千带着宝贝女儿夏天走上伸展台，献出走秀处女秀的夏天，除了太 Q 之外，好像有点小小紧张哎。没有紧张吗？有。他其实有紧张，因为他真的是没有走过秀。我们之前就是有在彩排的时候呢，有告诉他就是尽量就是脸要朝前面，对，这样会比较 OK。所以走完牛比较好一点。嗯，有。OK， 这场秀我打100分。而在学校，身为小小万人迷的夏天，竟大喊超喜欢这件事。我在学校最喜欢下课。10分钟的恋爱。是哦，最喜欢下课。我相信这所有小孩子都喜欢的事。很多小男生会想要跟你一起当好朋友啊。没有，真的吗？这么可爱也没有。别看夏天这么害羞，他一谈到身上包包的设计理念，完全口条大爆发。我本来想说要随便的画，但是我突然想到圈圈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那就开始画圈圈。那时候我刚好发箍穿着一个熊熊在这边，就放这个熊熊在上面。OK， 那妈咪有看到你一个巧思，就是有一个银色很漂亮的一条，一个这一条银色这一条。你为什么想要有那个银色的那一条呢？感觉很酷。看来以后夏天是想当个小酷妹了。非凡娱乐台湾报道。